宏达电携手福斯推智慧车联网系统，车联网商机大，宏达电与台湾福斯携手打造车辆智慧管家系统，包括即时车况监控、多媒体映射功能。当你在开车的时候，所有的资讯可以跟你手机做一个串联，这是非常方便。我们在使用智慧型手机的时候，你所有的一些操作的一些习惯也好，你操作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应用软体，全部可以映射到你的车子上头。你用滑移的方式、触控方式来做使用，你不需要花更多精神去学习它。HTC 研发设计的 Custom Marine 将于七月起上路，届时福斯新车都会搭载这项全新服务。比较特别的功能，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哦。比如说像在高速公路上面，你可以及时知道说你现在要走哪一条高速公路，它现在时速多少，你是不是可以很方便的去做开车，可以避开塞车这样子。消费者你可以知道说你目前的车子的车况，比如说你的燃油已经快耗尽了，你可以继续点它，然后它就告诉你是不是要到加油站。那这都是很直觉的，它就可以帮你导航到最近的加油站。今年七月前的车款也可到服务厂征集安装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